嗨，我在就是这里。Hello， 你们看这桌上这个满汉大餐。Hello. 我跟你讲，每一次只要吃播的话呢，我就是会忍着。我跟你讲，不，我中餐就只喝一碗汤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作证的，我作证。对，我就只喝一碗汤，就是为了这今天这里，就是为了今天这一餐，好不好？然后看我们今天介绍呢，有饭啊，有面啊，有不同种的口味。来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来到来什么呢？寄咖啡，好吗？就是内文里面有打到寄咖啡，寄咖啡。然后寄咖啡呢，它是在二楼。对，但其实它也蛮好认，它就在那个在服务台对面，在服务台对面，對就是服务台对面。不知道直接问服务台，对，问服务台，服务台就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他不用讲，直接这样。在后面嘛，就是少年妈妈，请转头，就是那边。对，然后寄咖啡呢，我是觉得里面有点就是古色古香，对不对？它有点那种融合，它有艺术的那种风格，然后融合那一种日式啊，希腊那种。然后还有，我想一下哦，因为它是那种坐的，你要就是像一般用坐的也行。像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日式的榻榻米，对，它坐起来很舒服。对啊，然后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呢是他们作家，他非常的那种用那种细工去画台北的一个某一个角落，然后他因为他素描吧，对，素描，类似像素描那种。哇，这个现稿的感觉，一笔一画的画上去，你看他画出整个台北。某一个小区域的那一种，你看那种，像它那个窗户啊，还有那个屋啊，以前的水塔都有呈现出来，对，都有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，而且还蛮多，就是姐妹啊。跟着那种母女、啊、还有闺蜜啊，姐妹啊，是不是？你的意思是姐妹吗？你的意思是这个吗？可以啊，兄弟也可以来吃，是兄弟，是兄弟，好不好？是兄弟也可以来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赶快切入主题，肚子很饿哎、欸。好的，观众可能也要想看这个，现在进来的人来，差不多了。先看来看菜色，来看菜色，来看一下，准备一下这个，来第一道，你们找先。它摆盘非常丰盛。不然啊，就不然就从啊，大家靠近前面的这个好了。来，这个的话呢，普罗旺斯海鲜意大利面，没错。来，它里面呢，它它是用真的虾哦，一般外面卖、啊、哦都是用那种用假的虾吗？不是，是虾仁，它是虾仁，或是什么这样子，直接给你整只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花枝，哎，我受不了了，麻烦，我真的是很抱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这边，然后重点的时刻，艾伦给我盘子嘛，艾伦。哦，没问题，盘子嘛，来，你看，哇！有看到烟吗？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烟吗？我是不知道镜头前面有没有 take 到，对，来 ，Oh my god！ 来，艾伦没有茶匙，对不对？麻烦一下，来，我给你，来，尝一下，如何？我觉得海鲜面啊，对，非常的浓郁，我很喜欢浓郁的那一种，浓醇香吗？灌满整个嘴巴，灌满整个海鲜这样子。对啊，欸、对我蛮喜欢的。我很像在海底游泳。在海底游泳吗？是吗？我想要看看是不是我真的也会在海底游泳的感觉。不然你们吃看、啊，来，看你们吃，那我就来边介绍。这个呢，因为我现在介绍就是寄咖啡的三人餐嘛。然后这道呢就是普罗旺斯海鲜意大利面，然后它里面呢除了花枝还有虾仁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绿色的花椰菜做点缀，还有蛤蜊，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就是这个算是甜椒吧，对，但主要这对，但主要这个话都是点缀用的，还有黄椒，我觉得面条不会烂，很 Q 弹哎，对，面条是我喜欢的，对，不会太软，不会太硬，我也是喜欢这种面条，真的，这个。一男生的话，我觉得一个人吃完普罗旺斯问题，吃下去就仿佛徜徉在普罗旺斯的光景。Oh my god！ 是啊，每次都要一道菜一句话。我们是地下麦了，给我们到处去唱歌，在海边，再、哦、配着一个那个普罗旺斯，就是那每到夏天就要去海边的那种。真的。好，再来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红酒牛肉饭。然后这红酒牛肉饭呢，它这个话是采用藜麦饭。然后这个红酒呢，它是牛夹肉，对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他们自己炖的哦。来，介绍，不然我们就一人一块好了。这非常花功夫。有四块以上吧，可以啦，我们可以留一点给。超过了。Okay, 我来吃一点藜麦饭。来，其实我也还蛮喜欢吃藜麦饭。我个人啊，我是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，因为我很。如果假设有白饭跟什么藜麦啊，或者是什么紫米来选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选白饭的，因为我喜欢特别一点，太普通了。真的。哦，哎、欸，不是哇，也太嫩了吧。太嫩了，真的。不好吃啊，真的豆角。可是我觉得这个
这很嫩呢、欸。很嫩。嗯。啊。真的很嫩。我切的那个画面。我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Hold 醋逼不吃。好，来。因为他说他先吃这个，你吃的。好，因为我不吃牛。就这道菜只能交给你们两位形容了，我在努力帮你们，你知道填空，好不好？敬他一下，他真的很赞呢、欸。我觉得这样吃這樣，它不是摆设好看哦，它内容确实很丰富、嗯，它是有料，对，它是色香味俱全。来，给过，给过，来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呢就是你走到下一个我就回来了，好吗？下一个这一道叫做番茄花枝面，对对，花番茄，对番茄花枝面，是整块番茄下去做的，对啊，不是那个番茄酱那样，对，它里面，哇哦哇哦，我的天，一定要配那个番茄啦，然后还有主要是花枝，对对对，花枝，来来来。给大家看，就是看一下它里面，而且它这个盘子的那个底部很深，很深的。我们给大家很深吗？对啊，给大家看它侧面，深到有阴影哦。对啊，很深啊，我跟你讲 OK 的，一般大概到一半了啦。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小小的一撮，对对对，其实很深，整个集中在一起、啊。你把旁边那去掉，就是一个挖工了的概念，好吗？好吗？好不好？好夸张。来，什么感觉？来，嗯，觉得它的面很 Q。它料很多，主要是这个，对，然后它还有撒一点点，这个是那个上面那个是什么？绿色的那个香小模仿上面都会有一个啊 ，OK， 没关系，罗勒叶啊，对，罗勒叶，哇，这个词我们对对对，罗勒叶很香。我其实老讲这个重点，还是跟大家讲，我还是特别强调重味道部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其实我就味道。一旦说到这是番茄，所以一吃下去之后，我本来以为会比较酸一点。但是它不会，它其实不会，它是浓郁的番茄香，但又不太酸，嗯，好不好？然后整个让那个番茄味跟面条，整个面条吸饱那个番茄的汤汁，在你嘴巴翻滚，这样。Oh my god！ 这样的形容 OK 吗？这个、形容给过吗？给过，给过，给过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就是炸物拼盘，哦、oh, ，邪恶的代表啊，好赞哦！但是我来吃吃看，来也吃有，哎，炸鸡，来，就是那个。薯条双拼盘，炸物拼盘、嗯，炸物拼盘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鸡块薯条双拼，来给大家看，对，没错，来再帮大家就是复习一遍好吗？这个话是普罗旺斯海鲜意大利面，来这个呢，它是红酒牛肉饭，来这个呢，它是番茄花枝面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炸物拼盘，还有炸鸡块跟薯条，鸡块薯条双拼，哦，鸡块薯条双拼，对，就是。我们今天呢，主打就是我们环球 online 上面的连结，然后贴文里面也有，就是介绍一下它的内容，就是这些。OK， 你的鸡坠楼了，我鸡坠楼了，被鸡枪，他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想进到我的嘴巴里面了。好，来，然后它还会有就是三碗浓汤，它的位置呢就是很好认啦，反正就是在服务台上，服务台，嗯，对面。你就看到很多就是插画啊，或者是这种，对，非常适合网美来这边拍照，其实还蛮多人在外面这样拍照的耶。而且这个里面真的很舒服，很惬意。我老实讲，就很像自己家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喽，拜拜，拜拜。